Hello，Hello， 老板你好，请问怎么样称呼？我叫陈其庆。哦，庆哥，请问庆哥你今年几岁了？80岁了。我听说在这里的附近人都是叫你陈校长的，对吗？对啊，已经过去了了，25年的退休了。那我今天很感谢你可以做这个见证的视频。那我想问一下，请问新哥你是怎么样接触我们这个细胞之饮水的呢？我是被朋友叫去看有什么抽血来验细胞是怎么样的。看看了以后呢，感觉得很奇怪，这样细胞进步喝了水就这样好的细胞，我就很好奇才去参与的。感恩。那你开始饮用的时候怎么样来描述的？你会饮用这个细胞之饮水？整个人累累的，80岁的老人，后劲不好，没有气力，后劲了，提不起。那当您喝了之后呢？这喝了以后精神就比较好，做什么比较有气力，做什么东西就比较爽快，动作比较轻松。感恩，你意思说你的体质改善了？改善了，这样。听说脚跟手也有一点改善是吗？没有气力，现在有气力。有气力。要站起来就可以站起来了。随时了。那你现在从饮用到现在大概多久了呢？大概有一个多月。一个多月了。一个多月。那很感恩。那我们也希望你强壮下去，健康下去，好不好？谢谢，也感恩你。也因为今天你这个视频很重要，可以传递给更多更需要健康的家庭里面明白。喝我们细胞之饮水就可以健康好吗？也很感恩，因为今天你的爱人也有来，还有你的朋友也有来，你今天开始传递健康给他们知道了。是啊，我们替你国际在这里跟你说一声感恩好吗？新哥，谢谢你。希望大家能够去试一试啊，健康很重要，身体。就是透过喝水那么简单，对不对？就是咯，就这样简单就可以健康，身体很难得，很难得。尤其是现在的社会环境很差。赞同。希望大家能够来试一试。80岁哦，青哥，我真的看不出你哦。听说你的皮肤也有改善了，对不对？以前是老人斑的，老人斑比较很黑，很黑，现在是比较白一点的。恭喜你，继续喝，继续喷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我们的细胞之饮水哦，有一个外号，早晚喷一喷，皮肤美又嫩，好吗？好，感恩，谢谢青哥，谢谢你今天的来试一试，感恩，谢谢你，谢谢。感恩。